Hello GQ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熙。我的人生第一次穿这么少哎，就献给 GQ 了，所以 GQ 的粉丝们有福了。我在家的睡衣是卡通的睡衣耶，或者是那种 T 恤，就这样，我完全没有性感的睡衣，而且我连丁字裤我都没有穿过，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突破，就让大家看到志熙不一样的一面。请大家要多多支持 GQ 还有曾志熙哦。